署长，这个如果要清楚，这个要清楚的话，用什么法？这个我们立法院的大门，今天早上拍的，好，这个我们其他的委员看得下去吗？没有国旗，而是民进党党旗。然后这边是全民制宪、解散国会、马下台、法办将凶，这个跟学生刚开始的。哦，台独党旗哈，那这边有什么法？这个这边清楚，这看看算不算是广告物了？广告，所以用废弃物清理法，还是用什么？我想我们不敢马上说它是废弃物，它没有丢在地上哦，它可以回收，架在那边是。一开始的诉求好像不是这样嘛，哈。所以你的看法怎么样？啊，当然，您谈到是他的政治面，他这些标语的问题啦，我现在这边不来评论啦。这今天早上最新的哈，最新的是。然后昨天因为一天到晚吵人家被丢石头，你这我是觉得被丢的是活该啦，好，每天吵每天吵，嘿，你身边有人头家跟我讲，伊生意做歹啊，哈，因为伊遐水规大堆拢食袂完啦，啉袂完，啉到便当拢断掉，所以伊就伊南边需要搞一间超商买。啊，那个更惊不起去哈！啊，晚上吵到三更半夜哈，所以邻居也受不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再看看那个房价会不会下跌，如果下跌的话，我请那个我们主席去买哈。